膀胱癌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一种无痛性的血尿，它有时候会间断性的。那有重度的血尿的话，你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，也许是淡红的、深红的，或者是褐红色。那有的是轻度的血尿呢，那可能就要在显微镜下面检测才可以看得到。那甚至于有的人是一点症状都没有，是在例行的健康检查的时候才发现。所以呢，我们绝对不要轻忽血尿或者是你的例行的体检。那我的肿瘤那个时候已经侵犯到我的膀胱壁，已经算是第三期。但是呢，感谢神，医生说他可以用就是说内部挖除的方式来处理，而能够保留我的膀胱。那所以手术以后呢，他也是用了就是那个肺结核菌，或者我们应该讲说是卡介苗，那个来做这个灌到我的那个膀胱里面，但是没有什么效果。所以呢，只好医生就讲了说，那只好就继续追踪，有就处理。那开始是一个月，后来是三个月，后来是六个月，最后是一年。那在过后几年呢，反反复复又复发了几次。那然后又要再重新来，刚才我讲的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六个月、一年的这个重新再复检的这个 cycle。那到2003年以后呢，基本上是就是一年一次了。那2012年的夏天，我又想参选纽约州的众议员。那个时候真是每天忙得没日没夜的。那我记得这个是7月12号的那一天，那一天预定是要到选举局去交那个联署名单的。其实一忙我早就忘了，那一天也是我需要到医生那边去做癌症复检的日子。结果呢，我太太提醒我，她说记不记得今天是要去复检了。那我说我先去选举局再去看医生，她说你先去看医生再去选举局。就到医生那里，医生发现说你的癌症复发了，第三期，马上要住院，马上要动手术。所以我的这个选举呢就被迫停止。神是透过妻子的提醒救了我，因为那一天如果我真的是忘了去复检，等到想起来再约可能就是几个月以后，就算选上了恐怕也没有命去上任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妻子的提醒，是神跟你讲话。这不是神第一次救我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2013年的有一天，我突然的开始打嗝，那而且打了好几天。其实我也不当他一回事，我还跟我太太开玩笑说还没打破年鉴的记录，人家好像是打了72个小时是连续打的。那但是呢，没有想到是我的横膈膜已经破了，我的胃跑到我的胸腔，夹在心肺之间，已经开始溃疡，已经开始坏死。医院他晓得我胃溃疡有内出血，所以他就想只要止血就好，就拖了3天才终于找到真正的原因，然后马上又动手术把我的胃再拉回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也真的是神的恩典，不要轻忽打嗝。在2014年的12月4号的晚上，我就走在我们这附近那个天井购物中心前面的行人道上。那我在过的时候，我还看得到对面那个闪亮从30秒一直倒数。结果突然的，我发现这边的车子全部全速冲过来了。我吓了一跳，我就想跑，但是呢，现在年纪比较大，跑不很方便，啪一下我就摔在地上。结果那辆车子紧急刹车停在离我右腿边大概只有1寸的地方，我是摔得鼻青脸肿，然后呢这个衣服也破了，但是人还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虽然是流血，但是人本身并没有受伤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是非常感谢。那后来我就去发现原来那个信号灯有问题，四面都是绿灯。所以呢，我后来就通知那个第7社区委员会，就这里的社区委员会跟那个交通局，我说你们一定要赶快去处理。就他们拖了20天，一直到圣诞节的时候才终于修好。那在这一段时间我是天天跑去看，但是我天天也感谢神，说神你真的是
救了我，因为没有神的恩典的话，我不晓得我那个时候现在在哪里。真是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在2015年的11月6号，当我去开车上班的途中，那路上有车子阻道，我就想绕过去。在绕的一刹那，突然的一辆那个10轮大卡车就冲过来。原来他们在修路，他们把我前面的车挡到了，所以可以让那大卡车过来。我没有看到，我走到他的右边，结果那大卡车就对我冲过来。我紧急的刹车，紧急转弯，但是来不及，我车子已经撞到那个大卡车的轮子，比我的车子还高。但是呢，车子毁了，人没事。在等警察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居然还能够跟那个卡车司机谈笑风生，最后还到我的汽车的trunk里面去拿出了一本那个新约圣经送给他，跟他讲说你以后可以留着，他也答应他以后会留在这一辆卡车上面，他会经常的去阅读，真是非常感谢神的。我是1978年信主，虽然信主多年，但是我一直发现我自己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在很多时候我都不晓得神在哪里，但是神其实对我总是不离不弃，在我这人生的最最低谷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我救出来，让我走出死荫幽谷。我现在终于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，我都不晓死了多少次了。在过去我也参加了这个角声对癌友的侍奉，在这侍奉的当中亲眼目睹，当人们听到医生跟他讲说你得了癌症，那个脸色灰白，然后面如死灰走到我们的当中，这个第一印象非常的深刻。但是我也亲眼看到过了一段时间，在同样的一群人，在癌友的这个见证激励跟鼓舞之下，来得到了来自神的力量，他们几年下来都能够与癌共存，活得精彩。虽然是有病，但是呢，他们都很明白什么叫在主里的平安与喜乐。因为在圣经里面，箴言书告诉我们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在那个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同时在腓立比书我们也看到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依靠主耶稣基督，才能够常常的喜乐，也只有成为天地间唯一真神所喜悦的人，才能够有这真正的平安。中国人都可能都听过孔子说过的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意思就是说早上听到了这个真正的大道理，圣贤之道，到晚上就算死了也无所谓。这个正如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1章21节上所说的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现在我终于体会到我母亲所讲的那句话，其实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，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，每一天都是多赚的，因此要时时感恩，事事感恩，处处感恩，让我们都能够做神的宠儿，每天都欢欢喜喜的为主而活，永远成为神所喜悦的人。感谢神。